无智慧这个光，解照黑暗消失，那么永远拢是伫无明
拢就是业力伫轮回伫痛苦内底咧过日子。当然，咱可能对即句话可能也是无相当的确定吼。啊，你讲迄个有诶无诶，啥物拢痛苦，我不管是啥欢喜哦，靠啥物痛苦，迄叫做坎坎了，对不对？一月半啊，在上。那实际上，咱即个欢喜快乐是痛苦暂时的停止，毋是真正快乐的存在。是安怎讲诶？因为快乐，你若不满足比快乐，你若习惯比快乐，那么痛苦就伫尾后咧等。因为无迄个定咧快乐的代志，快乐毋是永远的存在。啊，你若习惯安尼的时阵，迄个快乐都要造成你痛苦的原因。因为我要快乐，袂当得到快乐，当然就痛苦，求不得啦啊。那苦本身当然是苦，这苦大家拢知，身躯在咧疼，心咧起烦恼，这大家拢有感觉。但是按往往伫身躯好势的时阵，感觉无啥物代志，伫心内底、思想内底无啥物负面的时候，你嘛会感觉自在。但是你也知影，迄拢是无常，就讲一个啊，按三千担做底，那按一世人。准予你一百岁，交三千担比起来，嘛是真少啦吼。那但是生老病死，伊是一个必然存在的过程甲现象。伫真内底，咱若看袂开，若无用正面的态度来个接受，那生老病死必然是予你产生痛苦，予你产生的存在吼。但是甚至一定是安尼，那释迦牟尼本身就甲伊喜欢，啊，对伊的出世，对伊的一生内底的过程，安那看出讲，无自在，也是讲无明，嘛毋是真正的存在。你主要有智慧，你主要有迄个智慧的方法，才看起来更像是必然的结。也必然会造成业障，但是主要意味，即你拢知影讲，这只是一个幻想，只是一个假象，毋是真正永远的存在。那么安得会当安然度过遮？就像我暗时啊，突然间用咱大家较有经验的，突然间失电。为人看到人，伊就开始叫，开始惊。咱千万唔通已经大人啊，突然间七点钟你搁在爱来叫，迄就代表你一点仔智慧拢无。啊，什么突然发生的，也恁千万唔通爱，千万唔通学袂叫吼。这个时愈定静愈平静，你身心愈袂受到影响，不会狂乱。啊，一个人就来狂乱的情形下，万一发生什么代志，那在迄种情形下，你就出差，你就出差，啊，因为按讲较，迄个就是讲，万一在迄种情形下，你也好天气，那这份惊吓的心，就带你去，予你惊吓的世界，啊，你啊放落平静，保持一个心的轻松。角色，那么这份地位、这份安定，对，带你去相应的所在，有定力、有地位的所在。那这个道理是来真简单。你当下迄个心，那是伫恐怖内底，这个时阵，规个世界你拢感觉是恐怖，因为你的世界就是你的心。你的心当下念头的兴起，就是你迄个时阵的世界。啊，所以对这点道理，咱一定爱了解。那么，搁接着要来讲这个浴佛，咱知影伫印度是一个，会使讲真大个所在。那不管是唱一个念啊，来心心清凉啊。沐浴呢，它本身也是一种洗净啊，来洗好清洁。
沐浴本身也是一种清凉，沐浴本身嘛是让你气度昏沉、气度无明、气度热闹，一个上直接的方式。所以，在印度的传统里面，那个洗浴是一种很好的供养，也是很直接的享受。那么，尤其我们释迦佛，那一降生就有说九龙，但经典里面是讲两条龙，因为它还有名字，它名字叫难陀跟伏波难陀两条龙，然后吐出清净的水，帮释迦牟尼佛洗干净。那这种状况下，接着释迦牟尼佛就马上可以走路，马上可以化，因为释迦牟尼佛不是凡夫，不是像我们一般是业力来的，他是愿意来，所以当然开心的，然后无啥小卡。但是安尼讲，千万唔通安家己自卑吼。我真细啊，阿咪落来落去，走路落来，讲话说我幸福无保，也不是这个样子。因为成佛就是随时心能保持觉照，保持智慧，你就成佛了。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无时无刻无处都保持正念，就这样子而已。所以我们虽然没有救正见，无究竟成佛，但是会当不管是拢体验到成佛的这个身心状态。虽然你一辈真正成佛，但是迄、那个教佛是人的体性，迄、那个教佛是人功能，因为佛讲讲一切众生拢具足如来智慧德相，因为安分别，因为安执着，因为安妄想，所以解释无法度去体证到，无法度去体验到。但是安即马拢已经慢慢有咧学佛，慢慢有咧依法奉行，所以不管是拄到啊，就让你体验到，心心无挂无碍，吼，自在清净，迄个觉受，迄个境界，拄到安个也当去体验到。安怎样是假？就是佛咧讲骗。当你无去妄想的时候，你就发觉，你心本来清净啊。当你心无啥的掠去、带走的时候，你就发觉讲，你心不但清净，佫是清清楚楚啊。当你心无执着的时候，你就发觉讲，你心本来该有自在啊。这是佛咧讲讲的，具足如来智慧德相。啊、你若能用这份清净心，给表露出来，那么一定充满着智慧，一定充满着慈悲，一定充满着方便。你若能用这清净心，足自然你表现出来的具足智慧、慈悲、甲方便。方便就是宽巧，就是你会去用会想办法，要安怎达到去帮忙别人的这个目的。所以实际上安大家拢有法度，那跟那些底在浴佛的这个，也就是底释迦牟尼佛降生的这个日子，其实我们也要让我们的佛性降生安住，就跟那开始安的禅功，安五条分一模一样的心。不敢讲心、分、众生三无差别，就是安的心、众生的心、交分的心、交分，拢无二无变。心哪起无明，就是众生，就是凡夫；心哪保持觉照，就是分，就是地位，就是解脱。所以完全是看咱安怎用咱的心。不是心外有地啊，不是心外有净土，地啊净土拢在伊的心。当你的心热闹的时阵，地啊就伫你家，你就伫地啊。当你的心清净清凉的时阵，净土就是伫你家，你就是伫净土。啊，这是佛
究竟的说法。当然，咱即马往往是甲这个物件解分开。我是众生，我要去安怎，我要安怎修，啊，要证得分，要去解脱，这是凡夫分别心所制造出来的。法界的体性本来干那一味，一味叫做空性，一味叫做清净，一味叫做圆满，一味叫做无碍。干那一个物件，咱凡夫就是真牛，伫清净、无碍、自在、圆满内底，生出一个无自在的我，生出一个无自在的我的范围，我所有，那这是按无明所写出来，真正的法界，你去解看，本来就是安尼，本来唔是你想的安尼，伊是啥是啥，但是你会该想讲伊是啥，啊，你认为是啥是，迄个是安尼，还是你认为是安尼，这道理足简单。大行拢你家己以为是安尼，那佛就是你家慢慢突破，安尼集中，安尼了了，安尼失去，那哪会当安尼？今仔日安是拢是帮佛灌木嘛哈，用这清净的水，用这个香水，哦，你看咱头前只这，就刚刚射出一瞬间出世。伊伫个龙鼻里，咧花园内底，所有的鲜花，所有的草木复苏，当下充满着香气，不但是地面顶面所有花拢开，天顶阁飘着天花，啊，人讲天花乱坠，乱坠啊，天花乱坠，那事实上就整片都充满着清新，充洋溢着那份香气。那份庄严，那份清净，所以按这方面，就这个伎俩，就这个意识，实际上，世法就是世界的，世法就是世界的。哎，按你起来，像我念佛、拜佛，实际上是在念你的佛，在拜你的佛，不是在念彼尊佛、拜这尊佛，不是，这尊佛。是客观的一个存在，但是迄个恭敬心，你对即尊佛的认定，是你的心来生出来。为人一拜者，一拜佛就一个仪式啦。为人一拜，做欢喜，发起想法，所以到底咱在拜啥？咱拢在拜咱心内迄尊佛，该拜佛圆满，拜佛清净。啊，那安尼时阵，一方面是照着这个业，这个行为啦吼，该转做佛。专业行动，摆改成一个外向的动作，实际上是咧展露、展现你心内迄个境界。虽然大家拢拜佛，你对边仔来看，你就知影讲，伊即个咧拜佛，拜啊，真虔诚、真恭敬、真专注，心靠伊，拢合伊。迄个底下咧念佛，咧拜假佛，为人拜真佛，为人拜假佛，真佛、假佛是外口嘛？是伫你内底，你爱用真心的拜真佛，用真心的念真佛，用真心的伫清净的法界，啊，是吧？希望今仔真正遇佛，慢慢把我们身心心的构造，加无量，加无清净，加执着，拢甲洗互清气，互咱本来无著的如来地位德相，会当日日增上。时时片见，嗡，啊，吽。